奔驰轿车型的黑武士很酷，但是威霆版的黑武士一样很上头。来，体系这么庞大的 MPV 改成了运动风格，看起来好像还是蛮不错的。一起进来看一下，整体内饰星耀蓝搭配着象牙白，有没有觉得这个顶灯特别的好看，像太空舱的造型顶灯一样，加上满天星的点缀，再搭配上中排两个航空座椅，里面还有32项的调节功能，还可以伸缩显示屏，功能都在里面，包括了电动旋转。又到了隔油毯的时间，两边都有一个大扶手，加上灯光搭配，豪华感里外兼修，全程菱格纹路，还有欧式方块地板，就连冰箱后面也带有两个空气净化器。喜欢黑武士风格的，一般年龄阶段在18到35岁，简单又粗暴，三不称的西装暴徒，或许讲的就是他。